有关于细胞生理喝的正确，细胞所需的能量主要来自于谁的氧化啊？葡萄糖，所以是糖类，糖类才是优先分解产生 ATP 的物质，糖类第一，脂质第二，所以 B 要改成糖类啊，所以 B 错了。试一下，活动细胞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来源是不是直接来自于能量货币，就是 ATP？ 你 ATP 水解成二磷酸腺苷跟磷酸根，过程中会散出能量，所以直接的能量来源，直接哦，能量来源是能量货币 ATP， 所以 C 是对的，宝宝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谁负责合成蛋白质？核糖体，核糖体，核糖体才是制造蛋白质的。那么内质网和高粒质体只负责修饰蛋白，蛋白质经过折叠、切割、加一些侧链或两个蛋白质合在一起，这叫修饰。OK， 核糖体做出蛋白质，粗糙型内质网和高粒质体负责修饰。哦，好，到这边有问题？第十三题还有问题吗？